疫苗研发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是人类战胜疫情的关键。中方正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世界各国积极开展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我们愿继续同加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速新冠肺炎医疗产品的研发生产，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抗击疫情做出努力。